很难按，发现啊，太多玩这个玩到死掉啊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瓜子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 Minecraft。今天我们要玩的不得了了，有没有看到我后面这本书啊？今天就是要玩 Minecraft 万事通，有没有听到这個？不错哦，就是要考验你的 Minecraft 能力啊。之前啊，我有拍过一个圆圆的，里面啊也有几题的 Minecraft 知识啊，是蛮厉害的，好不好？而我呢，今天邀请到了一位伙伴啊，给我躲在后面啊，他叫做丹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丹尼。好，这边是所有实况主们，那我们希望我们也之后也能在上面，好不好？有，我们丹尼两个头就在上面。Okay, okay. 好，这里先看这里，这里这里。简单模式，这边不能调吗？好，你调就调。全部都按一次。哦，你已经按过了是吧？没屁用按钮，你也按了、啊，没屁用来按的、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作者的废话，还有规则。简单模式游玩，亮度视野不限，材质包也没有限哦，尽量原版。好，那冒险模式不要作弊，玩得开心。多人也可能故障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故障我们再用指令调。作者的话，这是他第一章哦，希望我们可以玩得愉快。本地谷有十关，都有题目哦，按一下正确的按钮通关。另外有五个成就，无影响，就这样啦。我跟你讲，通常就是翻到最后一页啊，都是那种什么还翻什么的。你有这种经验吗？有。好，那这还是翻过去了。好了，这作者是 ARANO。你说不会念？对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开始。好，下列合成不能合成 ，OK。你知道吗？我是不知道旗帜的图案有什么、啊。我也没有在玩旗帜，所以不知道是哪一个。考验我这个 Minecraft 知识，第一题就被打败了。不过我知道，我一定知道，相信我，好不好？金苹果，因为它是吃的。来，相信我。对吧？是不是？配合圣骑士附魔金苹果，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吃的啦，不过就这样了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题哦，所以是附魔金苹果，不是金苹果。欸、好帅哦！哎、欸，我没有附魔过这样哎、欸，好帅哦。好，啊、下一关自然就可以制作。之后我们来原位生存也可以试试看啊。来，下一关。对 ，Level Two， 我的矿库啊，烽火台的光无法穿越下列何项物品？然后，我猜是鸡眼吧。穿越吗？对啊。这个，等一下，这个，你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，还有一个烽火台，我们可以连穿吗？好像不行哈。这不是烽火台啊，这个是那个中介的那个传送。真的吗？我有那么笨吗？真的、啊，对对。我是不是不该玩这个？没关系，好，相信你了，你按吧。来。我真的相信你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没有让我死、欸，哎，他有成就、欸，哎，可以哦。可是我现在只能自杀了，而且为什么是我死？因为你离比较近啊。那就我觉得还是这个、欸，哎，通常这种我也觉得是这个，第二个应该就，然后通常一直是我一直死嘛。还有这种立即伤害药水，还要叫我多砸一点。好，我们这一关烽火台的光啊，那就是你觉得呢？好了，我猜应该已经是冰砖的啦。来啊，这是红案，你看你有没有？自己看吧。正确答案。欸、不过他这做的蛮有深入的，你看他用了，这边都可以穿。哎、欸，哎呦，有、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玩这个啊，就算你真的不知道。但你其实记下来，你发现 Minecraft 其实蛮多那种不为人知的、不知道的秘密耶。真的，就是那种你玩很久，结果还是不知道。就像你这几题都不知道。这是什么？他说什么？地狱的锅釜无法装水，紫红花装可以分解水，不是花，紫色染料，唱片机可作为熔炉的燃料，中介组比火把还亮。对，这个我确定。好，中介组比火把还亮吧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他是选正确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
我觉得是第二个、欸。地狱的锅釜可以装水吧？没有没有，地狱哦，没关系。等一下，它后面有地狱的哎、欸，地狱的可以装水吗？地狱的不行吧？哎、欸，可以吧？哎、欸，不行吧？欸、可以吧？大可不可以啊？你按，应该是可以啦，我觉得是可以。有吗？我相信引擎，你给我前进。对，紫红花啦，这个你相信呢？哎、哦，跟你说了，我知道是什么了。拿到成就哎、欸，嘿嘿。你在哪里死啊？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死。哇，你怎么被电死啊？对啊，我也是死了、欸。好，没关系。那应该是中介组这个吧？没有，我那个我点了。哦。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就是这个啦，因为在地狱你怎么可能可以放水啊？我们是有点，唱片机可作为熔炉燃料。紫红花分解出洋红色，唱片机可当燃料。啊、哦哦，一样亮啦！唱片机烧 1.5 个物品，然后紫红花分解出，哇，生牛肉拿去吃啊！哦，它是让我们烤用的啦。哦，哎、欸，天啊，这烤东西是不是有东西啊？欸、其實你看它下面有一个什么成就吧？欸、唱片机可以烤啊！我们烤好看吧，等它烤完看有没有。OK OK。哎、欸，拿出来了啦，只是个成就。拿出来哦，下一关。欸、我们至少有一关要把握，哪一项和平物品不能发光？看一下。红石原矿会。我猜。红石原矿会。我记这个我确定。红石一定会。红石一定会。熔弹不知道，激活的动力铁轨会，然后。棕色蘑菇不会，棕色蘑菇，我觉得是龙蛋诶。你看龙蛋在这里啊，它有光吗？可是搞不好是下面火把、啊，对不对？你猜吧，你拿龙蛋。我觉得是棕色蘑菇啊，因为我这一题应该是，哎、欸，也不是诶、欸。我他那应该就是动力铁轨了吧？可是动力铁轨差距不是亮吗？它本来是暗的，不是吗？可是红石会亮啊。哦，那我对，我懂了，应该吧？有吧？哇，亮度为一耶！红石矿，你看，哇，太厉害了，走吧。曾经一次的 level 5哦，一直闪。关于深海守卫的叙述，深海守卫看不到引擎的玩家没试过。雷射的最大距离为10格，深海守卫不会被岩浆矿伤害，深海守卫死亡不会掉落河豚，不可能掉落河豚哎、欸。挺困难的，不过我可以确定它的最大距离是蛮长，但我不知道几格，应该就这个。我也不知道是几格。哎、欸，你还活着吗？我被制裁者打了。你选一题吧。哇，好难、哦。应该是第一题吧。那就按吧。哇，这里是哪里？哎、哦欸，我可以说真的，哎、欸，这蛮难的，哎，深海守卫死亡，平常都没有遇到过，所以就。不会被岩浆块伤害，有几题是可以二选一啊？啊，有几题是完全就是真的不会。深海守卫看得见并会攻击引擎的玩家，雷射的距离为15格，深海守卫不会被岩浆伤害哦。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死亡有极小几率掉落和河豚。哎，记住了。OK， 好，下列血量最低 A B C D， 我们去看一下吧。他好像是叫我们跑上去。A B C D， 跑酷跑。这是跑酷，叫我们跑上去看什么？跑酷，跑酷就比这个解题简单多啦。C， 脑鬼，没有，上面一样要解题，你知道吗？蠢鱼，杜鱼，中介，哪一个？哎，我觉得这个哎、欸，一直飞的这个不是，哎，一直飞的这个不是一枪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这个比较硬吧。我觉得应该是中介满的 B，
他是说最硬的、喔，最血量最低。好，我这么的相信你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谁是什么？杜鱼吗？只是我不是记得那个一直在那个飞的那个鬼，不是是那个吗？非常残血的，那就是杜鱼是 A 吧？我们再旁去一次。你上去看答案啊，我按啊。OK。我其实我还一直觉得是飞在天上那个、欸，不是吗？没事，那你就选 C 吧，相信你。没事。啊，选 A。确定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全都错哎、欸。全选错哎、欸。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一题可以把握的按下去那个正确的答案，对吧？这些知识我觉得太难了。好，八颗六颗，好，没关系。那我们下一题，下列何项无法在各种的遗迹找到？金砖、钻石砖、青金石砖、铁砖。要拿弓哎、欸，他叫我们射吧。哦、oh, ，他要看哪一个、oh. 哪一个是遗迹？这样钻石砖吧？我也觉得是钻石、欸。哎、欸，那就 OK。他没有剑，怎么办？有。我怎么没拿到？哎呦，旁边就有剑。哎、欸，他这个没死、欸，不错哦、喔。钻石砖不是啊？啊，不然是什么？金砖、青金石、金铁砖吗？哎、欸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对、欸，就是我一开始就在想说，我们之前去挖，就完全就是不会自然生成的那种，就是它都是矿物吧，我记得是这样。然后钻石砖，对啊，林地府邸是我是很少去过啊，所以不知道有没有钻石砖。不过我在想，我刚刚就有考虑一点铁砖。好，这一关还行。下一关，火焰弹合成不需要什么合成物品，火焰弹一定要火药。这个吧 ，A 吧 ，A 碎石。你还让我挑？我觉得应该是煤炭吧。真的吗？还是你要先哎、欸，哪里有煤炭啊？哦，这个 B 啊，这个，我相信你，因为这一题我是完全没有搞错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我要怎么过去？我过不去了。不能吗？还是你要绕其他路？哎、欸，有可能哦，这应该是屏障。嘿、欸，按个打眼这么的辛苦是吧？我要按到那个答案，希望是对的。来吧。哦、oh! ，跑得这么辛苦，好，我觉得这一关其实我是没有搞头啊，不过我还是觉得是这一个，因为这个我记得是打火机要的。OK， 你去走一个，我走一个，免得我等一下这个错了。看一下剩下什么，我发现我玩到现在是不是都在猜题啊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有啊，都看不懂啊。我发现这个比较难。好、哦，答案真的是我的，哎、欸，我突然我发现我比较聪明。OK， 那可以猜，你猜，你猜。没有。下列叙述何止的正确？哎、欸，阿、欸、总、啊、没有题目。欸、题目了？哦，应该要猜这个吧？按键盘上的 F3 加 H， 皮甲胸甲耐久度高于皮革啦，皮革高于锁链吗？耐久消耗，上次的耐久消耗取决于飞行距离。钓竿和生物与掉落物所耗的耐久度相同。哎呦，不见了。我觉得这一关难的，你知道，其实不是这个题目，你知道吗？难的是暗的是。对。好了，我觉得是 F3 加 H 了。
他你知道，一定是这个，他就是知道我们没有装备，所以你行吗？我 OK， 是我这个啊。所以你的是那个 F 3加 H 吗？对对对。我们玩到这里真的是，不过知识真的增加很多啦，好不好？至少都知道了很多。当饥饿归零，一定会扣血致死亡。吃生肌肉会获可以获得饥饿效果。蜘蛛眼只能从蜘蛛获得。吃西瓜片回复的饥饿值跟甜菜根一样多。哎、欸，你有挂我这里吗？哦，这是，哦，我刚还在那边，原本刚那边。何者正确？1.12.2 哦，它有标示。让我看一下哦。饥饿归零，你会扣血死亡啊？哎、欸，没有，又困难。哦，吃生鸡肉可能获得 B 是正确的。哦，那你继续，我们奋斗了很久。好，我们这一次能不能继续找到答案呢？这次换你了，丹尼。OK， 来，我们的丹尼是否可以成功 ？OK， 我进来啦。好，那就点下去吧。哎，点了，差点被阴啦。不是那个吗？这要一个跳跃，没有，它这有一个红色的。我刚刚 fail 过来的是一个。OK。哎、欸，答案是多少？答案是多少？你们，你刚刚说 B 啊 B。OK B。Yeah。太完美了。前往结束房，快疯了，勇气过关，好不好？这是旁观者创造者，我们按创造。好玩啊，其实只不过。啊，应该说我们知识还不够深啊，我们有几题还行，也没有说几题，好像也一两题哦。然后其他都是、啊、有其他是有的，但是都是猜的、啊，就是有二选一，三去法。对，啊，也谢谢作者的这些啦，让我们知识更加去做，好不好？谢谢。那我这边有他的讲话、哦，再次感谢下载本地图哦，成就位置好眼力。开始大型有介符合哦，这边有，我们有拿到两个成就，一个只是个成就，然后赛隆斯嘛，你有拿到成就吗？有，我自己有一个两个啊、哦，不是啊，那个不是成就，那不是成就 ，OK 三个，好，那我们再翻到最后一页，看这支舞最后一页呢，我们的作者会讲什么话，来看看，可以炸地图，他说可以炸地图。OK， 没有啊，没有啦。好，我们结束，我们结束。好，谢谢，感谢这一次的那个，让我们知识增进啊，好不好？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；喜欢这系列的话，记得留言啊、按赞，跟我说。那我旁边这个是丹尼，喜欢他的影片的话，也记得订阅他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 okay. 拜拜，拜拜。